要吃泰国菜啊，这样蛮好吃的，在公馆，公馆就比较脏吧，现在环境都好了。泰式咖喱鸡，觉得很好吃，大家来吃，很棒，这么好。上面还有一个蛋，然后我们的咖喱鸡。我们还要点了一个金钱虾，可能要等一下。这个天气是咖喱鸡，有我喜欢的蛋。小小的演唱会，对，是来一个户外听音乐。今天是野景的最后一天了，宝藏岩光谷寺。好久没看到这个庄园的模型。我必须先去。前面就是合体了。我的铁哥。可以参观嘞，什么疯狂建筑，开放中，那我下去找找看。哇，好小一个，因为这是一个展览。这个河水很清澈。